大家好，三奈美露谷的，现在人在彰化，为什么会来这里呢？其实是我第一次来，因为我们等一下要去一个还蛮神奇的新的工作。这里的电猫咪酱，传说只要坐在这椅子上，它就会来宠幸你。叫我，你去跳趴啦！我知道你很喜欢我。失败的，这是失败的。前进二楼，大家如果看还愿呢，都一定对那种彩色贴瓷砖的浴缸非常有印象。其实我现在住的地方也是长那个样子，然后我就从小非常非常害怕彩色瓷砖的浴缸，但是这里真的弄得超级无敌漂亮，真的是没有在河里耶。看这个镜子，这个金色的水龙头，这个灯，然后这个浴缸搭起来完全无回合，不知道怎么回事。只是刚吃饱，有点撑。对，还偷喝了酒。对，也有人会称呼说，哎，这个职业在未来是很兴盛的，就是一个 YouTuber 的一个这样的角色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怎么来劲？好，高三几班叫什么名字吗？高三叫蔡宇珍。宇珍，对。然后我来听演讲是因为对。相关科技有兴趣，也是周边很流行，大家都常说啊，要去绿岛打工换宿，啊，要去南屿打工换宿这样。下礼拜要去京都，他说你要去京都干嘛？我说打工。他说你跟谁去？我说一个人。他说那你要去多久？我们说一个月。然后他就看着我，我就看着他，然后我才意识说，哦，天哪，我做了一个多么没有办法挽回的一个决定。但是我机票已经订了，那时候对一个打工族来说订。机票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大气，这个领域听起来没有什么重点，就是一直在讲话，然后甚至会不知道念完这个科系之后出去外面可以干嘛。那说实在的，讲话是一门，就是的话我可以跟你们保证一定可以学到很多东西，但是除此之外呢，你也要去学培养你的第二才艺，像是剪片啊、写东西啊、行销啊、公关啊，你有这一些实力再搭上你多会讲话，在未来是非常定义自己说是个失败的人了，但是希望你们可以把这句话记在心上。未来啊，你们出社会之后，你们现在可能在学校、在大学之后，你们一天不努力，你就有可能被其他身边的人超越，因为那个环境里是没有人逼你，没有人会跟你说明天要考试哦，你才知道今天要复习些什么。听我讲。收购以今年最新工作装，对，超大容量后背包可以装笔片、装外套，小包包可以装随身用品。请问读女中的大家，男厕都是谁扫的？是老师吗？还是你们要帮忙扫男厕？啊，万一在男厕遇到老师，不是很尴尬吗？老师，或是你在男厕的厕所间，然后。厕所超脏，你就会知道是男生老对啊，老师在做的，老师的压力很大、欸，哇，你就会觉得、欸、大人不过如此吗？天哪，要加性别友善厕所、啊，对。